在这边逛街，然后又听到有音乐的声音就过来。对，刚刚也只是就是即兴跳一下给各位。那其实在过年期间，就是我们这些艺术表演工作者其实都很辛苦，所以给各位自己来一点掌声好不好？也给他一点掌声，谢谢各位。然后祝各位新年快乐，谢谢。老师，谢谢，真的太帅了。